虽然年少，真侪民间组成团体甲庙宇，拢会发放当年旧一部组合就是民众。河滨市场里万兴宫，甲河滨西主会，就伫咧旧历春节之前来发放物资甲救助金，互弱势家庭，希望因会当暖心过节。庙前是摆了等台领救助金的民众，另外一边是物资发放，民众领了救助金，也该会当炸两包米甲面等一处。今年预计发放超过600份的纪念救助金甲物资，希望予乡亲会当伫咧春节期间放心食饭。今天是和美万兴宫一年一度的冬令救济，我们和美狮子会承办这个活动已有多年的历史。感谢师兄师嫂、公事行号、善心人士慷慨解囊来赞助这个活动，谢谢大家。捐赠资金和物资，然后我们结合和美黄轩分队，宣导，让我们灾害能降到最低，保障百姓的财产生命安全。今年河美新港山西总共有633户，阮这边的红包每一个1000块，面条三包，一盒的口罩50盒，口罩在这个防疫期间是最好的东西了哈，5公斤的白米是2包了哈。以上在就是讲有善心人士大家热力的来热捐支持了哈。为着将要来到的春节，尽量帮助弱势民众会当安心过年。河美防火宣导队嘛到场，为民众登记免费的主体警报器装设。河美防火宣导队队长许淑珍表示，主体警报器会当有效提悬灾害发生的时阵民众的安全指数。今天哈来到万兴宫哈，感谢和美狮子会前会长蔡振龙，还有现任会长谢瑟斌举办这个冬令救济的活动，让我们防宣来这边宣导用火用电，还有助警器，请民众拿身份证去参考，看有没有登记领助警器，安装助警器，家庭更多一层的保障。新年快到了，祝大家平安喜乐，身体健康。春节将要到啊，真侪慈善团体正在发布祝福真正需要的民众，民众嘛要注意年节期间家己的安全甲大环境的状况，大家做伙过一个好年。新竹华新闻李面红何美采访报道。